为马斯巴的小鸡鸡清毁臂哦。小冷哥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这还用问，当然是屁股大的啦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刚听一个专家说，女人屁股越大，生的小孩越聪明。哦，难怪你妈的屁股那么小。小冷哥，我现在对翠花越来越没欲望了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她的胸一边大一边小，看着都烦。靠，这算屁啊，我老婆的一边小一边更小。我操，铁蛋，你他妈怎么又放屁了？嘿嘿，我这不是在放屁，是菊花在呼吸。靠，那怎么只有呼没有吸啊？不是有李希吗？小冷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长得很像？嗯，是有点像哦。你妈以前是不是在我家当过保姆？没有啊，不过我爸年轻时在你家当过司机。老婆，天气太热了，我想出去玩。去哪玩？一个凉快点的，用了玩水的地方。嗯，那你把空调打开，把衣服洗了吧。同学们，跟着老师读 A A B。 小小冷，你怎么不读？老师，我妈妈说 B 是骂人的。你妈那个 B 跟老师这个 B 不一样，老师这个 B 是国外的 B。